这个被命名为鬼丑的吉他 DI 盒拥有箱体模拟功能，多段均衡调节，同时还具备了中频小频功能，卡农输出用于连接音响 PA 系统，非平衡输出用于连接传统的吉他音箱， OX 输出用于连接外放设备，耳机接口方便用于静音练琴。新味将吉他领域最常用的润色工具合唱岩石合为一体，几位 Mesa Box 失真，拥有五段均衡调节 V 型 EQ 开关，两段推指波挡，这是一款向 Mesa 马克系列致敬的失真单块。老巨效果器始于2005年，是中国最早的手工效果器品牌之一。十多年来，老巨一直致力于打磨和研发新的效果器。本次推出的天干地支系列效果器，代表了老巨目前对音色追求的最高品质。而作为 Mesa Boogie 马克系列的用户，我觉得这款失真的音色是非常有说服力的。同时，这款岩石加合唱效果器音色也是极其的温暖和自然。而这一款 DI 效果器绝对是吉他手的润色军刀。如果你对我的测评感兴趣，欢迎加入 Michael Zhao 音乐交流群，在这里你可以和我聊任何与音乐有关的东西，同时我也会把我做过的演示的伴奏或者曲谱分享给大家，而且您还有机会免费获取我所测评过的效果器。